差不多，我以为我可以跳过直接到被圣灵充满那一段，还是要从头讲起。非常感谢今天的敬拜团，太棒了，神的恩膏临到你们当中，神的祝福临到每一个人。哇，这个教会将来要成为千人的教会，真的圣灵在你们当中，你们将来要成为历史大事，凡看见的疾病的都医治，有问题的都要解决，需要丰富的见到这里就从上头得到满满的祝福。哇，你们的教会非常的不一样。哇，你们的事工，哇，那个年轻的牧师这样的爱主，耶稣的心放在他的里面，他可以去顾念那些被奴隶辖制的，那些贫穷失所流离的，他成立一个站在关心他们，常常供应他们饭。哇，你们的牧师真是上帝为你们预备的，你们要与他一起同工啊！感谢主，都要同得天国看不见的奖赏。好，秀珍从夜总会进到教会是怎么进来？你们慢慢听。来，我是生长在一个牧师的家庭，我的爸爸开拓了30多间的原住民台湾的教会，常常我看不到他，所以我对他有许多的谅解，许多的苦读。我不要做牧师的孩子，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会在家，我们呢都没有父母亲在家，自己照顾自己，有时候甚至于自己煮一些汤，所以我们家里贫穷，贫穷到不得了。有人吃过青蛙还没有长成的幼虫叫蝌蚪吗？蝌蚪汤有没有卖？你们这里还没有来得及成长，我们因为太贫穷，我的母亲会叫我们去做蝌蚪，然后要成为我们的汤。哇，地瓜叶、苦瓜叶，苦瓜还没长成，我们要去摘，因为我们桌上没有任何东西。所以我生长在这样穷困的生活，我心中一定要将来长大绝对不要嫁给牧师，绝对不要嫁给传道，因为怎么样，吃又吃不饱，饿又饿不死。但是现在牧师肚子都有肉啊，哇！所以在那个时候，哎，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因为我常常看到我的母亲3更半夜被他的哭声吵醒，他抱着米缸，主啊，我们饭下一餐在哪里？哇！我一听我们被吓醒，哇！真的，这个耶稣不能信，你信了会变成贫穷啊！哇！所以呢，没想到我的哥哥3个都是现任的牧师，大姐嫁给牧师，我说你们头可坏掉。看不到过去的贫穷吗？为什么还要跟着爸爸的后尘呢？哎呀，妹妹不要乱讲话。所以我说好吧，我就是要有这个责任，要挑起家庭的重担。所以呢，当他们孩子没有学费，打电话来，妹妹能不能这个借点钱呢？我说做什么？交学费。OK， 账户给我，给他。原来从小到大经历这样的苦难，但是上帝给我们的爱的心，原来我们是在供应这些哥哥去读书啊！好，旁边一个长得跟我一样的，长西瓜头，整个西瓜头的样子，那是我2双胞胎的姐姐。所以我的爸爸91岁的高龄，2011年被耶稣接走喝咖啡去了。母亲比他早走一年，2010年被耶稣接去喝了可乐啊！所以呢，哎，从小就。怎么样？一定将来要长大，改变家庭。来，往下看，我们没有别的嗜好。台湾的原住民都会唱歌，你们知道张惠妹吗？知道。她是台湾族，我们是阿美族，啊，很多的汤兰话，还有什么族？潮族，啊，所以呢，我们的原住民没有别的嗜好，天天面对着山唱歌啊。啊，我的母亲是一个爱祷告的母亲，我非常非常感谢我的母亲。若不是她不离不弃的为我继续祷告，我相信我现在不是站在这里，我已经在地底下成为尘土了。所以在座
将来有一天你们当了母亲，或者是现在已经当了母亲的，千万记得，当你们的儿女会再进到教会，当你们的儿女会遇到各样的患难，你们迫切为他祷告，他走自己的路，你们迫切为他祷告，有一天他会转向主耶稣的怀抱，就像秀珍一样。所以我的母亲要过世之前，我已经为主耶稣做了20几场的见证，我跪下来，我说母亲，你的祷告上帝听了，我现在已经为主耶稣做了20几场，他的眼泪流下来，那个是什么感动的眼泪啊！所以不管家里的儿女会有什么样各样的问题，千万记得耶稣是听祷告的神，好吗？好，往下看，我们爱世界，所以呢，将来一定要怎么样？怎么双胞胎的，怎么割喉割心？好，往下，再往下。哎，结婚年龄到了，一定要嫁给谁呀？白马王子。我的白马王子长得像秦汉，人家说我长得像小贪兰花，俊男美女，生下来一个180，一个170，一个168公分，都很高。哇，觉得哇，这个老婆好爱我们，爱到哪里？爱到骨子里。吼，在那个期间，我是当耳鼻喉科的护士小姐，所以呢，哎，我每天要接到她的3通电话。我所有的护士小这个同事啊，常常嫉妒，为什么的老公天天打电话，我们的老公都没打。所以有一天，我跟我老公说：“老公啊，我晚上有这个哦。”跟同事要去吃宵夜，哈，我会晚一点回去。他说好，没想到，我们到那个地方吃东西的地方，一会儿他就骑脚踏车来，车来了。老婆，你到了啊？我说对。哇，我的同事看到，哎呦，下次我不敢约你。原来你的老公盯你盯得那么紧，我那时候真的很不高兴。回到家里，到厨房拿了100菜刀，他在房间里，菜刀在这里。我被你爱到骨子里，我好痛苦，请你杀了我吧。我的老公就把这个菜刀拿到厨房，然后到房间紧紧地抱着老婆，我爱你有错吗？你是孩子的娘，你是我的老婆，我爱你有错吗？哎呀，被他这么一讲也对，他说你的同事都嫉妒你吗？你干嘛替他们人呢？哎呦，老公对不起啊。好，所以呢，真的是我为孩子们找了一个真是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爸爸。虽然他的命短，49岁，也被耶稣接走了哈。他得到T型恶性淋巴癌，所以他每天的日子是怎么样？为什么是我？我没有抽烟，没有喝酒，为什么是我的癌症？我没有咒诅人，为什么是我？我恨他。我恨啊！我自己的哥哥一天3包烟，他们到现在还活着，没有得癌症，为什么是我？哇，在那个时候，我们虽然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但是我相信，我要开始读圣经，上帝一定听我的祷告，因为主耶稣是什么？他会让瞎眼的得以看见，耳聋的得以听见，瘸腿的得以行走，使人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我每天开始抱着圣经在他的病床上为他读经祷告赞美，结果好景不长，进出医院2年，仍然是死路一条。我办了后事之后，心中充满了恨，主耶稣啊，你不是很厉害吗？为什么我没有经历到？从现在开始，我拒绝祷告，我拒绝到教会，我遵守了我的啊，来往下看，将来怎么样？老公早逝，哎，耶稣又靠不住，然后呢，一定要靠自己努力赚许多的美金，开法拉利跑车，美梦有没有成真？成真了，成真不会站在这里。有梦总是美啊！来往下看，既然不行，那我们怎么样？还是靠这个嗓子来唱歌吧，所以在台北的西门町闯出了一片天，成为全能歌后，红
红包场的这个在夜总会里面红牌的歌手，都是人都到齐了才会出现的，叫啊，全能歌后，能歌善啊，没有三两山不能上梁山，没有三寸不烂之舌，你在那里没得混，因为那边什么，那边的人都是三教九流，各样的人都有啊，高官啊，哦，这些我们都一种黑道老大，还有妙一种，所以呢，我们让造就了什么？能说谎话一流这种技术，所以看到人，哎呀，帅哥长得好像刘德华，他就开心了。然后呢，看到这个阿姨，阿姨你这件衣服好漂亮，哪里买的？实际上有吗？哦，是口袋里面的钱。所以呢，一上台的时候他们就会给你，所以在座的弟兄小心啊，哪个女孩子跟你说你好帅的时候小心啊，不是看上你啊，是看上你口袋的钱啊。来，我们来个现场的来秀，欢迎 Jenny Chan。 Music。 帮忙唱
真的因为要养育你们，所以苦我再给你们，
心中在滴血，别人有老公来帮你们养，帮助你们，但是我没有，我这些姑姑老公一死了再也没有跟我联络，心是痛的，所以那个时候孩子没听好，痛，我心里痛，谁能帮助我？没有人，耶稣也不会帮助我，所以那时候怎么样？有一天常常忧虑，常常怎么样？苦毒在我的里面，对耶稣的恨越来越深。结果呢，我终于生一场病，猜一猜我得的是什么病？不是神经病哦。快快快！胃症啊？胃？不是胃。什么？肝。不是。哎呦，这个姐妹有做功课。对了，我得了子宫癌，因为大量出血进到脓肿，医生化验一个礼拜出来，打电话说很抱歉跟你讲一个不好的消息。我说请说，我这人看开，得癌症也没问题啊。他说好，你得了癌症。马上什么？天打雷！天哪！我的老公死于癌症，我现在又得癌症，我开始指着天，主耶稣啊，你把我的老公接走，你现在也让我得，你是想要赶尽杀绝是不是？你来啊，你来、啊，我不怕。哇，开始那时候充满了恨，所以呢，从发现来往下看，从发现。到动手术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这个癌细胞大到五个月打的胎儿，医生化验你得的是子宫肉瘤跟子宫腺瘤两种恶性肿瘤合成为一体的罕见综合肿瘤。我已经听不懂什么综合，我只知道综合果汁啊，连癌症又综合。医生说对，而且是台湾的第一例，美国文献的第三例。哇，我已经等于是什么宣判死亡。哇，开始怎么样？我的儿女说妈咪会不会难过？我说呵呵呵，有什么好难过，我是女强人啊，人生自古生无死，谁能逃得过死亡？不管你的身份地位金钱在多少，你仍然逃不过死亡，只不过是早走晚走都要走。我说你们放心，妈妈看得开的，实际上到晚上就买在被窝里，我怎么那么命苦？这么早就有老公走，现在变成你，我的儿女也成为孤儿，我不要，谁来帮助我？天哪，天哪！不叫耶稣了，哇，哭到第二天，孩子看到妈咪，你昨天哭了哦？我说哪有，有什么好哭的？他说你脸皮，那眼睛就像牛眼了。很大很肿，哇！我说对呀、啊，他们就抱住我，妈咪，我们也好难过，但是你放心，我们都长大，我们可以照顾自己，你放心的走吧。我一天还没良心，哇！所以在那个期间，我感谢我大姐，在照顾我的期间，她把电视开了一个叫 Good TV， 叫好消息。我其中的真情部落格有没有看过？我最近有上过，你们看到？今天最早有就是我去录影的时候上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怎么样？我的大姐照顾我的期间，我说姐，你每天就让我看这个，真的足足两个礼拜，我天天看，看这个，感动。哎呀，耶稣你好厉害！但是我有个问号，我的老公为什么没得医治？哎，所以就很多的原因。然后呢，开始大姐回到乡下，那我也自己觉得放射线做完了之后啊，慢慢的有体力，越来越有体力的时候，这个脚终于可以怎么样慢慢走快。我就打电话给大姐，姐想到乡下养病，她说可以啊，你来啊。我说好。我是不是快死了？大姐一口就答应。与其要经过我的姐夫啊牧师啊，哎，我问了之后我才能去。哎呀，他们要做最后的善事，
哎呦，我真的要死了，很难。但是我心中有一个两个字，等他们真的传福音给我，我要说他们两个字。哎，那我怎么念？没有人会念这个。哦，真的，到了那里之后，哎呀，看到我就说，妹妹你来的正好，明天我们有个即时祷告会，你来参加。Oh no， 我不舒服，我昨天坐火车好累，很多的理由拒绝的人在我里面。然后呢，他一直在邀请，邀请到后来我就心想，我过去要应酬才有好处，现在我要到他的家里住两个礼拜，一定要应酬。要不然到时候他不煮饭给我吃，哎呀，不洗我的衣服怎么办？哎，他再讲一遍，我说 OK， 没问题。所以我就带着应酬的心，第二天进到鸟不生蛋的祈祷院，那个是一片铁皮屋搭盖的四面通风的祈祷院，大家坐在那里，哇，很热，风在吹的时候你很热会流汗，然后开始怎么样？像刚刚一样，诗歌一遍一遍的唱，我就觉得。唱那么多，唱不完，啊，有这么好听吗？啊，唱那么多遍，那唱到什么时候？民国几年了？还有人流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看着歌词也没那么动人了，为什么哭到这样？哦，基督徒贫穷，啊，我的天哪！好吧，你们去唱。哎呀，娘们，我那要离开，结果要离开的时候怎么样？这里送了吗？甘肃语，始终不通，在我们隔壁去。那个地方，哇，那个芋头长得跟我一样高，齿路也不通，然后只好往前。鱼池，养鱼的地方，哇，也不通，只好乖乖的再坐回去。我的脸上写字了，我已经不耐烦了，我要回家啦。我的大姐就开始说：“来，开始为自己祷告。”我说：“啊，祷告，太久没祷告，已经忘记怎么祷告了。”因为以前不是真的基督徒，是挂名的，所以呢，我就听吧，听他们怎么跟祷告。哇，开始迫切祷告，为我的癌症祷告。我说啊，这个癌症长在我身上，关你家什么事？我还怎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为我的癌症祷告？我被他们的这样的行为受到感动，我就跟主耶稣讲两件事。我说主耶稣，如果你是真神，你就医治我的癌症。第二件事，我得了医治之后，我要为到处做见证。现在已经讲了300多场，到世界各地，到大陆，到哪里？缅甸，这次要到印尼，还到泰国，哇，到东马、西马，哇，耶稣好厉害啊！是在那个时候，真的。他们在那里哭，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也跟着他们学一个方言祷告。我讲这个方言祷告也可以乱讲的，哎，没有人知道我有乱讲，也因为好像就是讲的原住民的话嘛，哎，打了招呼，我非说哎，你听得懂吗？听不懂吗？我也不能讲的。哇，我就开始，可以啊，卡巴巴巴，呼啦卡啦卡啦卡啦啦啦，呀，结果没想到。突然被电到一样，啊！电到他了，哇！受触到没办法控制，哇！这个只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才可以经历到。然后我的眼睛被开启，看到天上，主耶稣穿着全白雪白的衣袍，披着红色的披头，耶稣是你吧？就马上第二幅画，啪！这次穿的另外一套全白衣服。我说耶稣是你吗？第三幅画，啪，画到原来的第一套衣服，哇，我就开始哭啊哭啊，哇，哭到我。我的大姐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妹妹，你有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一看你那个样子，就是被圣灵充满。我说对呀，哦，刚刚所做到不是能控制的。我看到耶稣3次，大姐好开心。啊，上帝要使用你了！我都不要乱讲话，圣经没读过一遍，他怎么使用我？我心中暗爽。耶稣啊，我就看你没有读过一遍，我看你怎么使用我。哎，结果后来我跟大姐讲，姐，明天开始，
我们来祷告。哇，他一听到这个妹妹，心里开始渴慕。好啦，几点？我们五点。他说：“哦，你起得来吗？你不是平常睡到自然醒吗？”我说：“这次我会起得来，因为我要看到这个画面。”大姐已经告诉我，画面就是什么异象，圣经里所说的异象。所以第二天我们真的跪在那唱诗歌，大姐叫我那时候举起来，降服在这个主耶稣望望之望的诗人宝座面前。哇，在操练当中一会儿就酸了，但是现在可以举十几个钟头不发酸。哇，那个时候方言祷告开始，你又看到一把好大的宝剑从空中透过云端立在我的面前，亮晶晶。我那时候就被好像又被圣灵充满，啪啦啪啦啦！我的大姐看到，哇，这个妹妹一定又看到什么，然后她就问她妹妹：“你看到什么吗？”我说：“一把宝剑。”她说：“哦，宝剑，你现在用不着。”我说：“啊，你们基督徒有点问题，这个宝剑像一幅画，一会儿就消失了，怎么去拿这个宝剑啊？”啊，所以头壳坏掉。哎，你们真的是异端吗？后来他就告诉我，圣灵宝剑是什么？神的等话。他说：“妹妹，你不断地看到这个异象，主耶稣在对你说话，你一定要常常的什么开始读圣经。”我说：“既然能跟耶稣商量，我只要唱诗歌、祷告就好了，读经能不能省下来？”就没想到他说：“不能省。”因为你要多读神的话，你才知道。我说：“哦，好了好了，从哪里读起？视频 ，OK。”那好，明天开始，不用再陪我了。好简单的，亲近神就先唱诗歌嘛，唱完诗歌方言祷告。哎，然后他叫我，你看到异象你要问圣灵啊，请问这是什么？我说：“好好，我知道。”所以第三天开始，我自己亲自跟神单独的见面。所以唱一首诗歌叫自由的。哇，这首诗歌我开始唱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说奇怪，我是你强忍的养了三个孩子，为什么我现在变得那么爱你？哇，在祷告当中怎么样，一个异象给我看到小小的狮子。我说圣灵呢，这个狮子要干什么？就没想到比我看到的对面那座山还要高大，嗡立在我的面前。他说：“你当干强壮的，因为我是你神。”我说：“啊，这个狮子还会讲话，快呀，到楼下去问一下怎么回事。”哦，大姐就解释了，这个告诉你，耶稣常常预表自己是犹大的狮子，他想告诉你怎么样勇敢地脱离过去黑暗的生活，要进到他的光明的国度。我说：“哦，那谁来付我的房租费卡费一堆？”他说：“我告诉你，上帝会负责。”那好吧，再研究。所以那天开始怎么样？哎呦，我说亲，真的亲亲好容易。我来读经，你去忙你的。所以在读经的时候，哎，大姐又问：“哎，妹妹，读完了没有？”我说：“好了，走，带你去摘什么番石榴。”就走到哪里，他们的番石榴园三分地，哎，你们到台湾再带你们去吃啊。所以呢，刚走在那小小的铁梗路上，有声音从我的心中说话：“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不能到父那里去。”这什么意思？他说：“我没有听到，声音哪里来？”我说：“这个。”他说：“哎呦，这个只有你知道了，你听得到了。”哦，他告诉你这个，我告诉你啊，这个意思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两条路让你选择，一条往天堂，一条往阴间。你要选择哪一条？我说：“那么聪明的人，当然是选择哪里啊？”这你不知道，选择哪里？当然是这样。他说：“妹妹，哇，耶稣啊，你不可以听，我信了三十几年，快四十年了，怎么也没听过，也没有看过异象。耶稣啊，你不公平。”我说：“啊，你跟耶稣埋怨，那你到心里面，一天抽三包烟吗？喝三十几种酒吗？然后跟人家跳舞嘛，打麻将嘛，啊，跳交际舞嘛，跟人家上床嘛，啊，我也做不来。”我说：“绝对呀，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对不对？啊，
好了好了，我为你们都祷告。所以在那个期间，怎么样？我的哥哥、爸爸也都来了。哎，听说这个女儿啊，这个妹妹啊，过去是母老虎，现在成为一只什么小绵羊啊，很柔软呐、啊。所以他就说了：“哎，我们来看你，要跟你一起晨祷。”我说：“好，5点钟晨祷，可以吗？”他们说：“可以。”然后在那里怎么样？开始亲近神。哇，唱完诗歌开始方言祷告，哇，不得了了！又看到一个画面，左上方一道光，那个光很像我们在舞台用的那种光，有热度。我说：“哇，这个光要干嘛？”那个光中，耶稣一步一步的走下台阶来，站在茶几上，然后看着我们。他看到我的时候，他的手一伸，那个手就立刻在我们旁边。他说：“我必使用。”我说：“不要，不要，圣经没读过一遍，不要使用。”啊，我说：“大哥，听到奉耶稣的名，妹妹，妹妹看到什么？”我说：“看到耶稣要使用。”我说：“哦，这个要印证，这印证，耶稣讲的，你们还有印证呢？你们有没有搞错、啊？”我说：“印证是什么呢？印证是要透过有恩高的牧师对你发预言。”我说：“哦，那我了解了。”那我就回到哪里？赶快回到台北。也去看看有什么特会参加，让这个有恩高的牧师对我发预言。结果呢，到了台北，第一件事一定要买什么金十字架项链。我是什么意思？我现在跟他越来越好，所以一定要让人人知道。嘿，所以老板啊，这个金项链十字架总共多少钱？他说12000块。我说哦好，这一定要掏钱。结果圣灵在我心中说：“孩子，我不看外表，我看内心。”我说：“哇，老板改天再来了。”就离开了。一离开，开始一到了外面，耶稣，我好爱你，为我省了这一笔钱。结果呢，我就回家了。回到家里，哎，刚好房东来了。房东告诉我，房子现在房价很好，我想卖房子，你要不要买？我说：“没钱。”结果他说：“如果这样的话，你能不能搬家？”我说：“好，我找到我就搬家。”所以两件事，那天的祷告项目两件。第一个，我的方言祷告要改变成像我大姐他们的方言祷告好好听。第二件事情，我的房租费27000，连管理费，所以请圣灵来为我预备18000以下的房租。所以那天开始祷告，卡里亚拉卡巴苏里亚卡里亚卡巴拉拉，咿呀卡里亚卡巴巴拉拉，卡里亚拉里拉，我都没有办法改变，我就开始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圣灵啊，你没听错，我说我要改变方言祷告，好听，怎么比原来的还要难听？你一定听错了，我们再来一遍。方言是你卡拉亚拉巴巴的，库拉库苏里拉，我就开始笑，哈哈哈哈哈哈！实在没办法，后来奉耶稣的名祷告，开始打电话给我这些哥哥啊、弟弟们了。我说：“哇，今天经历到这个。”他说：“哇，原来是你这么可爱。”我说：“你们没经历？”“没有啊。”“他怎么那么幽默？”我说：“对啊，哇，好幽默。”所以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哇，第二天离开了。我说：“圣灵来引导我走前面的路，哪一个是房子你为我预备的？”走着走着，看到两个写出租打了都没有人接， OK， 看到对面 OK 有人接了，我就叮咚，房东太太门开了。我说：“请问房东太太，你的房子几房几厅？”房房安房呀，这个声音好耳熟。我说：“请问几个卫浴设备？”哎，我不是昨天要改变我的方言祷告。哎呦，原来我昨天竟听到过房东太太的口音，鸡皮疙瘩怎么样？哎呦，满地掉，耶稣是真的。哎呦，我说，请问一个月房租费多少？1万5000。多少钱？1万。从27000到15000，差多少？心算，计算机拿出来。多少？哎，你这边很聪明，那边都没有答案。真的，我说房东太太，我现在上班少算一点，公平啊。然后，
干一个好人，然后花500，少送500，10000变500，10000-15000，我什么时候签约？你给我啊！说什么？今天早上。啊，大队开始怎么样？开始跑啊，跑回家，然后呢，门一开，然后房间的门一开，开始跪下来，主啊！我常常骂我的三个哥哥，做什么牧师啊，头壳坏掉了。哦，主耶稣啊，你赦免饶恕我的罪，我奉圣灵的宝剑砍断罪恶的主人，我奉圣灵的宝剑砍断我爱抽烟的坏习惯，砍断那些常常找我打麻将，砍断砍断砍断，全部砍断。所以我的电话足足2个月没有人打。哇，经历到圣灵宝剑这样的威力，当你愿意认罪悔改，主耶稣就帮助你成为圣洁的器皿。在座的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是不是还有一些八字不犯的一个罪，还是你犯了什么眼目的情欲，看到别人的老公男朋友总是比自己的帅，还是看到别人的老婆，哇，别人的老婆还是这样美丽。告诉你啊，主耶稣是圣洁的，哦，你也要圣洁。当你有罪，你服侍没有功效，知道吗？所以在那个时候，真的越多的可恶神，就有一天真的参加了一个有恩高的牧师的特会，叫门里也行，见到那里200-300个人，哇，不得了了。我在想啊，今天不会点到我，但是那个牧师说，大声的方言祷告，让你今天圣灵看有什么话对你说。真的，这可是安心的，怎么在祷告？结果没想到，哎，有一个弟兄拍我的肩膀，我说什么事？他说牧师点到你了。哇，牧师讲英文 ，You stand over there， 我就站在中间，他开始祷告，咔呀，咔吧吧吧，咔咔咔咔咔，哇，被那个无形的风推倒，后面有人接我，然后被喜乐的人充满。然后上面在笑，旁边也在笑，他就说你每天清晨流泪的祷告，主耶稣都听见。你的家庭要被翻转，你要如鹰展翅上腾，你要到各个教会去撒种，去分享，分享讲完了，我打电话给我大哥，他真的点到了。那种子哪里买？是超商还是在那个 supermarket 啊？还是什么传统市场？还是建国化石？我说：“哎呀，妹妹，种子就是神的话，你大量的读吧。”我说：“哦，那我知道。”哇，那个时候每天怎么样？哇，亲近神，从1个钟头到3个钟头，从3个钟头到5个钟头，从5个钟头到8个钟头，哇，不会疲倦。然后天天被喜乐什么？喜乐里充满，看到很多的异象。哎，结果有一天怎么样？我的大姐，他给我带了一个叫什么江秀琴牧师的啊一个 DVD， 我一次就看过。其实我看到一段，一个姐妹她跟圣灵祷告，圣灵啊，我的老我过去是长什么样子啊？结果没想到，她看到哇，她的老我剩下3颗牙齿，满脸皱纹。我说哇，这个也可以求，而且坐在哪里？公园里。我就说啊，我这样，我等一下也要跟上帝来求，让我看看我的老我。所以我就开始看完了，开始奉耶稣名，靠着耶稣爸爸爸，你让我看看我的老我，我一定比他漂亮，一定没有皱纹。哇，在那祷告祷告，没想到我看到什么，白白的东西，圆圆的。我说你能放那么远？我怎么看？咻一下，哭！哇，我开始哭啊，走啊！原来我是枯骨，原来我是过去是活的死人，没有神的话语在我里面，哇，没有生命的盼望，哇，我在开始哭啊哭啊哭啊，哭到哇撕裂心肠。主耶稣，我是不是还有一些罪？没有人，你让我看一看。真的，他给我看到一个什么小女孩泡在水里。我说圣灵，你把这个小女孩抛在水里做什么？而且是死的小孩，
他说你犯了杀人罪，你剥夺了一个生命成长的权利。哇，我一听，主啊，没有啊，没有啊，我想不到。但是终于突然，时间到了，当时我跟我的亲爱的老公，哇，你聋啊，我聋啊，没预备好什么，哇，没有做什么防卫措施，结果没有来啊。我就到医院，我说医生，我那个没来啊，帮你验尿。一验完他就说恭喜你要做妈妈。我说打掉，这个只有我跟医生知道的事情。但是主耶稣是一个试透的人，试透你过去犯了多少的罪，哪怕你是在欧洲，哪怕是你是在法国，在美国，在加拿大，主耶稣的眼睛从来不离开我。你不要存假信息。所以后我说主耶稣啊，是的，我跟你认罪。还有没有？他给我看到一个帅哥，我说哇，这个帅哥，你给我看这个帅哥干嘛？哎呀，他说你犯了淫乱的罪，不是在婚姻里面的性行为，就是犯了淫乱的罪。我说主啊，不止一个，很多个，哇，在那拼命的认罪。后来哇，越来越怎么样进钱，然后我参加一个特会啊，一个特会叫什么因病感冒，大家说一定要去。真的去了之后，哇，看到我们的身上会有一些邪灵进到你的里面，你会有忧郁症，哇，你会恐惧，哎，你开始心中充满恨，哇，这是一个疾病，是一个灵，哎，它是活的东西啊，它会进到你里面。你充满负面的思想的时候，它进到里面怎么样？做吧。啊，我们的耶稣是什么正面积极的神，所以在那个时候，哇，看到哇，耶稣你好厉害，哇，我就说主啊，我愿意，真的很奇妙。结束了之后，哎，有个报告，招收200名的神学生，不限年龄，不限学历，哇，完全免费。我一听，哇，耶稣啊，我要去，真的后来进到神学院，哇，进到神学院不得了了，每天的晨祷。哇，第一次看到什么异象，一个戴着白手套，他把黑色的盒子推向孩子，你打开来看看。我说圣灵，你没搞错啊，这个在异象怎么打开？马上那个一开，开了什么？看到皇冠金光闪闪，哇，我说谢谢圣灵。原来我常常怎么样跟着哥哥，常常到医院探访，也常常跟着二哥到了缅甸堂。哇，原来我常常就发单张，一张一张，哎，这一站发完了到下一站，把所有的福音单张发完了才会回到家。原来你做这件事情也可以得到上头看不见的奖赏。在学校教导重磅祷告，哇，觉得好棒。结果双胞胎姐姐打电话给我妹妹，我们的老板把我放在什么公司的催款部，通常放在催款部门的一定是你催不到款，两个礼拜就要回家去自己。他说妹妹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我告诉他没关系，每天为这些人啊欠你多少钱，每天祝福他，你也把名单给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呢，一个礼拜过了没有半毛钱进来，他紧张，妹妹啊，快点啊，快点啊！老板每天在我的门口，小李，你没催到账吗？呆账没催到？他说没有。啊，那你知道啊，催不到就要打包，因为怎么样不景气，他们要裁员用这招。所以我就说没关系，我们再继续祷告。主耶稣是什么？听祷告的神，因为他说什么？奉我的名祷告，还祈求，既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有没有读过这一段？我说你相信，真的在第14天，有一个客户来打电话，哎呀，小丽啊，不晓得怎么回事，一直要我拿钱给你了。美国人很少是付现款，他们是刷卡，但是他那天带了6万块美金提到办公室给他，老板的眼睛看到，哇，你怎么做到的？他说我祷告神，哎呦，哎。下个礼拜我们要用7万块，
哎，你赶快祷告向你的耶稣讲，啊，我们需要这个钱。他说，妹妹，快点快点，哎呦，他叫我什么7万块，怎么办？才进来一笔，怎么可能会有人管？我说你相信，所以开始也为他祷告。我奉耶稣的祝福，哇，某某公司老板，祝福他的家庭，祝福他的儿女，祝福他的生意，让他有能力还这个呆账。就这样子祷告，哎，3点多一笔进来，多少？超乎所求所想，12万进来，老板的眼睛大起来，哇，哇，这耶稣很厉害，他后来给他预备一个什么大公司，来，小林，你身为经理，哇，我们的耶稣，好大的能力，对不对？他是我变脸的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经理当那个月结束的只是结束之后，总共催到多少？有史以来最大的150万美金啊！哇，将荣耀归给神。越多的经历神的神迹，你的信心越来越大。哇，有一个牧师找我去做见证。做了个见证，完了之后为病人祷告，然后，哇，祷告，这是医生的老婆啊！我就问他哪里不舒服，他说腰不舒服。OK， 我就在他的背后为他祷告。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看到耶稣按着他的肚子，我就从后面转过来也按在他的肚子。祷告完，我说：“告诉你，刚刚耶稣的时候在你的身上看，你的疾病得了医治，真的。下次他打电话。”给公司那个牧师打电话，你来参加我们的周年庆。没想到我看到那个姊妹是什么病，她得的是输尿管萎缩症，开刀每2个月要开一次刀，要放人工的输尿管进到她里面，所以她已经做了3年。医生说宣判你一辈子2个月要开一次刀，放输尿管进去。他拿着那个人工输尿管，我们的耶稣是最大的医生，在医生所不能医的，在他凡事的，我们将荣耀归给。